金色绒3-1领先两分。集合球打丢了。但是这个第一双的时间也挺短的。就这种球，好球，漂亮。跟上了。中路。漂亮。过，有一点运气成分在。对上，好球。Service over。主要还是加强这种两人差一点，转守为攻。
半场的一拍跟进。还是给到金慧琳。好球，变得很快。好球，这一波对角线用的不错。这拍刷球的力量呢，并不是很重。7-4。对于蔡佑丁的这个出手，感觉看这个多拍，好球，人转换了，解无外，好球，看一下蔡佑丁的这种防反能力。推得太平才有定。金慧琳还是金身球，机会球刘海源，又是接外球，19-11，龙和蔡佑丁通过一些线路打连贯，将比分拉开。再加上自身的一些失误，主动失误球，长点。